6月13号，关晓彤和鞠婧祎一起出席了九州天工程的发布会。一个是童星出身变好评不断的国民闺女，一个是被称为4000年一遇的美女。拉拉只想说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关晓彤年龄虽小，但面对镜头那可是非常自如，天生就有那股自信。而鞠婧祎却显得有些拘束，重点就在于没气质。甚至有网友宝宝说，如果不说她是鞠婧祎，会以为是在和关晓彤互动的粉丝。其实，单看我们4000年美女，这颜值还是没差的。但重点是她的身高真的是硬伤，转眼一看关晓彤，这大长腿的对比就出来了。作为童星出道，在今年参加了高考，并且和关晓彤还是好闺蜜的张雪莹，也是一枚气质型美女，大眼镜、高鼻梁、小尖脸。虽说没有关晓彤1.73的高个子、大长腿，但张雪莹这颜值还是可以打满分的。在15年等待候鸟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。同剧组的女演员孙怡有着169的身高，虽说没有张雪莹那么清纯可爱，但却有一丝自己的韵味，颇有小花旦的气势。173的关晓彤、169的孙怡、165的张雪莹和159的鞠婧祎的 PK， 不得不说是拥有大长腿的关晓彤完胜。芒果捞新闻论高个子的重要性报道。